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文风天雨知天下。说到家禽，可能第一想到的是鸡鸭鹅，它们是人类餐桌上的常客，在农村也不少家庭通过养一些家禽，不仅仅能够提供日常的鸡蛋，而且还可以拿去卖钱。而就有一位小伙家里养了一些鸡，但最近他发现家里的鸡每隔两天就会少上一两只，这让他非常的愤怒。之后男子打算利用捕兽夹来对付偷鸡贼，随后就在周围放上几个捕兽夹，等待小偷上钩。就这样过了两天之后，小伙上前查看自己放的夹子，却无意夹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。这个生物的个头挺大，全身都是鳞片，而且还有条竹条状的尾巴，这让小伙非常奇怪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生物。随后小伙上网调查后不淡定了，原来这是一只球鱼。球鱼是生活在中南美热带森林、草原、半沙漠、温暖平原和森林中的濒危物种。它和穿山甲长得很相似，但是外壳比穿山甲要坚硬。虽然长得挺可爱的，不过可怕的是球鱼携带麻风杆菌病毒，这也让小伙脸色大变，赶紧将其放生。小伙放夹子捕捉偷鸡贼，却无意夹到球鱼，对此他觉得球鱼是偷鸡贼吗？